唯一规则数列啊，是用 n 表示 a 因项啊。第一小题一、二、四、七、十一、十六啊，要求 n 呐、啊。好，我们看那规则，这差多少？差一嘛，这差二，这差三，这差四，这差五了，这下应该是差六了。所以这个不是个等差数列哦，这不是等差数列，那时候怎么办哦？这时候的话，你就哦这样做 ，a 一的话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一嘛？那 a 二等于多少 ？a 二是等于 a 一哈加上一啊。那 a 三呢 ？a 三是等于啊 ？a 三是等 a 二加二的 ，a 二加二嘛。然后你看出规则来了嘛？就是 a n 等于多少？就等 a n 减一哈，啊加多少？加上 n 减一啊，然后你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的话，这里哈，这里可以呢消掉，是不是消掉？它最后这里消掉，所以 n 等于多少 ？n 就等于 a 一，就是一啊哈，加上后面这个，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加，加到 n 减一啊，一加多少呢？二分之。n 加一嘛，那是 n 的话带 n 减一，所以是 n 它乘以 n 减一，二多少呢？哦，就放这样也可以啦，或者是把它放这样也可以啦，这个就是答案了，这个就是答案了。那、啊、不然你把它通温，二分之 n 平方减 n 加二，这样也可以。哦，这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看看的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，他说哈，一乘以四啊，啊再来是二乘以六，再来是四乘以八，哦，再来七乘以十啊，点点点，求 n 呐、啊。我们看哈、哦，因为呢，这每一项都有两项相乘嘛。我们看呢，第一项哈、哦，它的规则，一二四八啊，这个数列呢，跟刚刚这个数列是一样的，一二。哦，一二四七啊，一二四七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一二四七。所以的话 ，n 这个 n 这一项的话哈、哦，有两项。头一项的话呢，头一项是这个，二分之 n 平方哈、哦，减 n 加二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第二项，第二项是四六八十嘛，所以它每一次都增加二，是不是？每一项增加我们叫做 v 好，哦 ，vn 等于多少？等于四，加上 n 减一 d 嘛，哦 ，n 减一的话 ，d 是二，每一次要增加二，所以就写二 n 加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乘以二 n 加二，那二可以消掉，所以就等于 n 加一啊。n 平方减 n 加二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